是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 popping 选手，然后又会玩这种手指的，哇、哦，很厉害。看他的手了没有？嗯，哎，有啊！就呀，感受到了啊！ But instead, he created me. 三真的圈粉圈惨了，太帅了，已经不会有人说他像信，也不会有人说他像陈汉典了。他的本名叫李健，他会擦，这多厉害啊！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"这就是街舞"，进入节目专区，更多视频等你来看。